子张句下六之三，有诸内必行诸外，唯其事而无其功者，坤未尝睹之也。是故无贤者也，有则坤必视之。曰：孔子为鲁司寇，不用从而计，凡肉不至，不脱敏而行，不知者以为未肉也，其知者以为未无礼也。乃孔子则欲以为罪行，不欲为苟去，君子之所为，众人固不是也。